的游戏是国际树，那么今天咱们开一个新坑啊 ，Into the Haze 走进阴霾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常理的啊恐怖生存游戏，打丧尸的。一般来说，在丧尸的末日啊，或者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呢，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啊躲起来，对吧？哎，那么这个主角呢，他就躲在一个39层高的大楼的楼顶啊，但是呢，他弹尽粮绝了啊，所以被迫要下楼寻找物资，哎，活下去。游戏目标是要生存够14天，哎，然后就可以被直升机救走了，获救了啊。那么这个游戏发行于21年的2月6日啊，也是一个有一丢丢老的游戏了。那为什么才做呢？因为我在等这个游戏更新啊。这个游戏的话，那么我想的是等一等啊，看会不会出官方中文啊，目前是没关中的。而且呢啊，内容也不多，流程大概一共就5个小时吧啊，打得快的话4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啊。那么这个游戏公司很牛逼啊，它21年到现在呢，哎，完全没出关中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游戏怎么说，里面的内容机制不是很复杂，没关中也能玩下去，好吧？那么流程的话大概就一共4-5个小时吧。行啊，咱们开个新坑啊，哎，咱们感受一下，看这个游戏到底是如何在楼顶生存的。开始了啊。那么咱们的主角呢，睡眼惺忪啊，从这个沙发上起来啊，起来之后呢，那么基友们啊就赶紧生存了啊。那么左上角显示的是目前的时间啊，是第一天。那么这个是仓库，哎，东西你需要存一下。左下角显示的是你的饱食度啊、口渴度、睡眠度跟体温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武器台啊，这是一个工作台，这是一个医药台啊，医药台几乎用不上啊。那么这个图标什么意思？就是需要开锁器，哎，这是你的一个火炉啊。那么上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先把旁边哎这些物资都先哎搞一搞，看这就是楼顶啊，哎，凌晨6-7点，哎呦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冷啊，咱们主角也是终于苟不住了。哎，其实我认为这个才符合常理嘛，对吧？哎，这一般来说，像丧尸的末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出生在对吧大马路上就很不合理，好吧？那这个是需要撬棍撬的啊，对吧？你就是要出生在哎，比如说一个什么地洞里面，哎，一个什么房顶上，对吧？哎，这才符合咱们的惯性思维，好吧？行了啊，那么上来之后呢，咱们首先啊，把这些周围物资先搞一下啊。你看他这个也看不清楚啊，这个眼神看到没有？已经睡懵逼了啊。然后操作也很简单啊，然后它的这个空格啊，你看是这样子啊，是一个闪避，依然是不会跳啊。好了，咱们拿到了空瓶子，哎，破布啊，就满了，对吧？然后 shift 的是跑步啊，他跑步只能这么快，哎，就几乎就别空格了，好吧？就是喝多了，行了。然后呢，那么在这个仓库里面的所有物资啊，这个是放所有啊，那么是可以在工作台上通用的，就是你不用拿身上的啊。那么咱们这边哎，就升级一下。好了，升级好了之后呢，咱们现在需要锯子去解锁啊。那么这个工具包跟废铁不够怎么办啊？继续去摸。那这个游戏还是有一丢丢硬核的啊，所以你需要规划好你的每一步操作，就是你的工作台什么的啊，就是升级，哎，就是要规划的特别好，不然的话你这边绝对是活不下去的啊。哎，你看似活14天其实很难的。那这个是花园啊，可以就种草药啦啊，种什么草莓啦吃的，这是啊，这个地方必出一个皮啊，是用来给你做包的啊。那么种草莓的意义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那咱们能种东西吃，看来活的不是很难嘛。啊，告诉你屁啊，种东西吃主要是为了让你拿那个草莓去逮老鼠的。那正常来讲，你草莓能吃多长时间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不够吃的啊，格子快满了放一下，对吧，基友们？然后咱们现在过来啊，看这个地方全是垃圾，哎，那么这个地方两个老鼠笼子，啊，老鼠笼子的话就后面让你去抓老鼠的啊，哎，那么两个没必要啊，咱们修好一个哎就可以啊，就可以让你吃饱了，哎，几乎就吃不掉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哎，这几个都是需要什么撬棍了啊、锯子了之类的啊，这个是需要开锁器，把这个先给它拿了啊，这是咱们的净水器啊，净水器的话需要修啊，需要材料，咱们先不着急。好了，那看看东西够不够了，看一眼啊。啊，直接放起来啊！我估计还是不够啊！这一开始怎么可能让这么快东西让你搞够呢？做锯子还差得远啊，差得远就继续摸。这边哎，没拿完，拿完啊！里面出了一罐头跟四个铁啊。好，那这个上面还能摸啊？那么基友们，这个游戏它物资的出啊，是随机的，但是它是在一个大框架内随机啊，并不是完全随机，懂我这意思吧？这边啊需要锯，也就是说，在某个地方出什么啊，它肯定出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房间的哪个地方可不一定。好了，然后右边是我的体力啊，是我的体力够的，不够的话就没法跑步了啊。咱们现在再往上哎跑一跑，哎，这儿看必出3个工具箱，哎，还有5个铁，
OK 了啊，那么时间都来到12点了，都中午了啊。然后哎，你看，你看他搜刮这个姿势就跟便秘了一样。然后再搜一搜，这两个需要锯啊，然后把这个再一拿啊，行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咱们的东西拿了不少了，不老少了。然后下去哎，看看能不能把包也做出来，然后咱们直接下楼探索去。啊，这么高一个楼啊，只让探索4层。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，能不能等它更新更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多年了还是四层，行吧，也无所谓了啊。玩一玩嘛，好了，咱们现在把东西放下啊，那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好了，那么锯子就能做了，对吧？哎，锯子搞出来，然后绳子能做了不？哎，绳子差两个胶带，那么就意味着啊，咱们这个包做不出来，它需要绳子，对吧？哎，胶带，不是基友们啊，请切记胶带这个资源啊，这个游戏你能玩多久？哎，就取决于胶带，好吧？然后呢，空瓶子拿上啊，咱们现在下楼探索一下去。然后就是它还有一个重要机制啊，就是。你在楼上，哎，你不需要任何的，对吧？防毒面具、什么面罩。那么你下楼的话啊，那么丧尸会在房间里面放屁啊，所以下楼的话是一定需要口罩或者是防毒面具，很合理啊，基友们。好了，那么基友们看一下，行，那么咱们目前是在天台，对吧？哎，这是直升机停机坪，咱们是在这儿，对吧？这是那沙发，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门口那个火炉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你看啊。它这边39层，哎，需要锯子解锁，你解锁一下啊。之后38层要撬棍，哎，然后3736就这4层，哎，然后就是我说一下啊，咱们暂停一下。那么这个游戏它不是四层嘛？我拿 Photoshop 我做了一个图啊，也方便你们玩的时候去理解啊。这四个图很简单，你截个图就行了，不用我发了，好吧？就是39啊、38哎、37、36，那么是一个什么一个思路呢？这个很重要，我说一下，一定不是瞎玩的啊。首先在39层的话，解锁需要锯子，它走廊是没有丧尸的，吸烟处有钉枪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你过来之后，那么所有楼层的下边这个地方都是厕所啊，男厕女厕是能灌水的，肯定是没有丧尸啊。然后这个门上一个对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是唯一一个不需要钥匙开的。那么之后每一个房间里面啊都能搜到一个钥匙，钥匙通用。哎，那么之后啊，也就意味着你搜一个房间才能再进下一个房间，搜到钥匙之后咱再开别的房间。然后一层的话啊，39层我习惯叫一层，咱们重点就是啊要速出撬棍，丧尸尽量不杀，因为弹药非常少啊，把弹药留到38层。那么撬棍在这儿，在餐厅里面啊，然后每一层的这个位置几乎都是餐厅，那么就是你拿吃的的地方，对吧？这游戏的吃喝还是非常少的。那么拿到撬棍之后啊，基友们，然后呢材料如果不够，哎，在本层再稍微摸一点点，然后咱们的思路啊是快速到下一层啊，就是38层。到了38层之后啊，那么才会出像什么铁丝啊、螺丝那种高级材料，咱们的思路是，哎，在这一层快速的摸出铁丝，哎，咱们要出老鼠笼，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。这个游戏里面喝的话，它有什么饮水机，对吧？是有什么厕所，所以喝的你是不缺的啊，所以就是缺吃。所以说啊，老司机玩了几周目之后发现啊，速出老鼠笼才是最稳的方法，然后才是什么升二级台啊，出防毒面具啊，对吧？再升饮水器啊，一定要先解决吃的问题，好吧？那么在2层啊，38层的话，这边哎，餐厅你对吧？一拿了之后啊，在本层就开始把攒了弹药全部打光啊，清丧尸啊，拿物资回来出捕鼠笼啊。然后之后的思路啊，到了37层了，对吧？哎，你这边思路是赶紧去这儿啊，这个火焰办公室拿 ID 卡，然后呢到39层的这个哎保安室拿到霰弹枪，然后再到36层拿信号枪。现在我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懵啊，总之的话你们先。就是如果你是要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对吧？你截个图啊，然后咱们也是游戏里面边玩边说啊。然后，那么到了37层的思路，拿到哎，就把卡拿到之后啊，那么枪一拿，哎，然后呢就开始做手枪了啊。手枪也只比钉枪猛了一点点。然后到了36就简单了，对吧？它越往后越难，丧尸越多，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喷子了，喷子一枪一个，对吧？真的是啊，丧尸多没有用啊，嘎嘎乱杀就完了，好吧，基友们 ，OK 了啊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哎，首先先到39，哎 ，Let's go。到39之后啊，首先下来之后，哎看，哎丧尸就放屁，对吧？就有毒气啊。这儿必刷一个，哎面具，你拿起来，哎就这玩意儿带到这个位置，哎好了啊。那么下方就是这个面具的条啊，你是一定要在这个条没有耐久之前回去的，哎不然的话你这边就会憋死，哎就憋掉血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哎这个吸烟处它是必刷一把钉枪的，就是咱们前期的唯一武器啊，咱们给它哎拿到。这垃圾桶里面什么废纸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是需要开锁器的，咱们目前是没有。哎，这边，哎 ，OK 了啊。那么胶带拿了不少，对吧？哎，把钉枪装备一下。这是面罩啊，武器跟包包。
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门堵住了，出不去。咱们现在抓紧时间在厕所里面呢，先灌点水。那么今天啊，就干了个事儿。首先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他洗手台里面有水，然后木头都搜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，就是能治疗一个药啊，治疗你食物中毒的。然后这边把水再一灌，他这个判定非常恶心啊。好了啊，咱们等两瓶脏水，脏水是需要烧的啊。咱们现在等于说就没有水瓶子去灌了，对吧？都先看一下啊，哪个地方像这儿还可以直接摸的，咱们稍微摸一下。这边厕所，马桶水能喝就很棒嘛，对吧？就说是这个游戏相对来说最缺的还是食物啊，水的话不是那么缺啊。现在没格子了，对吧？没格子之后啊，那么它每个东西都能堆叠，所以说咱们现在先看一看啊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能顺便拿的，咱们都拿一下啊。这儿对吧？比如说也是需要灌，饮水机凭什么我还需要拿瓶子灌？那么这个房间啊，基友们在那个角落是有一个丧尸啊，所以说，这个房间啊，你只要不靠近那个地方啊，你可以几乎等同于它没有丧尸。看这个地方啊，就需要拿锯子锯一下，对吧？那么锯了之后呢，就获得钉子跟木头。木头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啊，除了烧之外，后面还能就是做木炭啊，木炭是做那个防毒面具的材料，对吧？你看我现在格子虽然满了，但是对吧？对，还在堆叠。好了，那么堆不下了，对吧？咱们尽量是让它彻底堆的满一点再走。然后现在时间是五点半啊，基友们。那么这个游戏有一个设定，就是在晚上12点，到次日凌晨4点是最冷的，是必须生火的。然后它生火啊是两个条件啊，就是第一的话就是这边在凌晨4点，这有个吃的啊，那把这个可乐一喝啊，然后把这个吃的一拿。然后把这个吃的呢再一吃，又腾一格子。比如说这个游戏两个条件必须生火啊，第一是就是凌晨12点到4点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必须要生啊，然后第二是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必须要生。所以那也就意味着一个问题，对吧？那如果要是超过4点了，那我这边需要睡啊，我还得生个火，很麻烦，对吧？那不如咱们就尽量是凌晨12点到4点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你来睡。然后这边在搜完，看这儿，看没？这儿出钥匙了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几乎就拿满了，拿满之后咱们走。时间7点是吧？还可以再浪一会儿啊，再堆叠一下啊。就是贪啊，胶带的话，一组是叠5个啊，对吧？能堆叠就尽量堆叠一下啊，对不对？人不贪，那还是人吗？这边钉子。好了，基本看这个房间啊，看没？这个里面看这儿，看没？一丧尸啊，就是你尽量开始不要靠近这个房间啊。咱们在这一层是几乎不开枪的啊，把子弹全部留在38层，因为这层是不出什么高级材料的啊。这还有一个布啊，拿满了是吧？走啊！咱们现在回去啊。然后回去之后，现在还不到12点，对吧？那么再下去一趟的话，时间有点紧，那怎么办呢？把这个楼顶啊，你拿锯子再稍微再锯一锯，对不对？时间是不可能被你耽误完的，对吧？咱们是不浪费时间的啊。咱们现在把这个锯子拿出来，然后呢就可以，对吧？现在时间才刚9点嘛，太早了啊。把这个稍微的搞一下啊。然后看这儿好多东西需要锯，对吧？因为你第一天的话你没必要那么激情，就着急探索。你把楼上先搞得差不多了也是个办法。这个游戏就是看时间来安排啊。好了啊，看比如说看你把这个木托底锯了之后呢，木头跟钉子，对吧？旁边这么多木头啊，他不让我拿，如果能拿的话怎么可能会缺木头呢？这个游戏后期还是很缺木头的啊，因为你要烧火啊。好了啊，然后现在时间是刚10点是吧？咱们把这儿的木头啊再给大家锯一锯。然后第一天刚好就结束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也别等到完全12点你生火啊。因为什么？你这边你还得烧水做饭什么的啊。咱们这边再给大家一切。然后看我格子啊，格子够不够。格子还多着呢，对吧？这个需要撬棍啊，需要撬。然后楼上不是还有一个需要锯的吗，对吧？多得很。
哎，这个对吧？哎，给大家也聚一聚啊，聚了之后十一点多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啊，就没必要再继续探索了。哎，那么基友们聚完之后啊，是钉子跟木头，木头就是重要的燃料，钉子就是你的子弹，对吧？这两个东西都不嫌多啊。那么这个游戏里面啊，每一样资源我都不嫌多。好的啊，搞定了啊。啊，这城市看来还是挺，还是蛮大的，对吧？不用看啊，全是贴图，你一个都去不了。行了啊，十二点了，刚刚好。好了，那么十二点之后呢？哎，那么生火的话，就我们优先烧纸。哎，这个是布，哎，这是木头，布不能烧啊。布后面是做滤芯的，布肯定不能烧。然后呢，哎，根据你多困决定你塞多少纸。咱们现在困度是差不多三分之二困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就哎，你塞满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把水哎烧一烧。那么没升级，只有一个格子啊，升级之后是俩格子啊。好了啊，那么水烧着，咱这边东西整理一下，准备睡一觉。那基友们，明天啊，咱们是哎继续探索。那么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啊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子弹都不要带，光枪里面二十个就够了。咱们哎几乎是不开火的啊。咱们现在哎，咱们先睡一觉。哎，那睡觉是这样子的，看你这边去拉对吧？哎，那么你有多少火才能拉多少？哎，咱们现在哎，如果睡到看一下，睡到三点五十的话，等于说这边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哎，睡多就没有意义了啊。咱们哎睡，好，嗯，香香的一觉啊。好，那么基友们啊，摁下 EIC 哎，就可以原力起床了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省时间。行了啊，那么咱们面罩不多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今天的话肯定是要哎，咱们绳子先做一个，哎，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布卷儿，哎，咱们要把包包做出来，再做一个哎备用的面罩。今天哎，咱们势必拿到钥匙，哎，拿到撬棍，对不对？啊，撬棍的话，就要么这样子啊，看在这儿做，差个胶带，对吧？嗯，没问题啊。行了啊，那么首先的话，把这个包包装备一下啊，然后看一下啊，空瓶子还有吗？没有了是吧？空瓶子没有了，有点渴，哎，可乐一喝，啊，脏水也不是不能喝，对吧？我钢铁肠胃啊，开玩笑啊，脏水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啊，行了啊。然后哎，这儿的话水烧好了，烧好之后啊，把这个空瓶子哎拿一个啊，这把空瓶子才是关键，好吧，基友们，行了，走啊，五点啊，五点咱们今天哎继续 ，Let's go， 哦耶，老子又回来了。首先这物资拿到，真的基友们，这个游戏一定不敢瞎玩啊。就是通过我玩起来的话，我发现啊还是有规律的啊，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，一定就是最好是规划好。哎，就是我第一次玩这游戏的时候啊，我是按照楼层往从上往下推的话，最后死得很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一定是要跳楼层的哈。那么经验都是死出来的，好吧？行了啊，首先的话这边哎东西很多啊，这边木头哎，一个橱柜里放木头哎，这钥匙拿到，钥匙通用的啊，然后有薯片啊塞嘴里面，啊爽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没有拿的没？这儿离丧尸很近啊，在这儿，咱们稍微蹲一下。哎，其实蹲不蹲无所谓，因为丧尸啊，他看到你了，他瞎不瞎的也无所谓了，基友们。好了，那么这边看一下，好，没有面具了，对吧？再戴一个。戴的时候不能动啊，基友们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是你打丧尸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你要是没有了，哎，还挺漂亮，你别说啊，那就很惨。行，这边还差几个东西啊。这个门里面的话是两个那个都那个需要锯的啊，咱们就不进了。我发现我了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这边，哎，他居然没有撞门。行，我不理他，咱们门一关，哎，两个门一关，好了。然后呢，哎，拿这个小钥匙啊，赶紧开餐厅。啊，餐厅里面是一个丧尸啊，本层是没有跑尸的，是最简单的啊，随便浪。啊，这个啊，那么体力稍微回满一点，哎，这个钥匙门一开，丧尸呢在这儿是吧？嘿，行，我也不理你啊，还没看见我吗？真是的，他是瞧不起我胖虎啊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啊，引出来关门也行，但是关门的话，丧尸撞五下就开了，所以说，哎，你不关门也可以在里面跟他兜圈子就完事了。这个里面啊，有一个烂肉，咱们可以煮煮吃着。这个需要锯啊，那么锯子的话啊，锯东西它无非就出三个材料，一个出木头，一个出钉子，一个出铁。哎，好了，这个东西啊，撬棍啊，那么回去之后就可以做了啊。我格子满了是吧？格子满了，这一喝，哎，
站着不动了可还行。这儿这个连射是个吃的啊，吃的话一吃吃的话它会反一个空罐子，所以没有屁用啊，不如咱们就直接走算了啊。空瓶子拿不下了是吧，丧尸是真正的呆，哎呀天然呆啊。行了那就撤了撤了撤了啊，格子危机。好了，所有楼道啊楼层这儿都是一个消防通道，就是两侧都可以回家的对吧，回去把东西一放啊，咱们撬棍一坐，撬棍如果出来了啊就可以直接去38层，看一下能不能做啊，可以了，但是很伤你的这个对吧，做了之后就剩一个了啊，所以就把这个时候哎我建议再忍一波，这个时候哎你想吧，我看一下啊，那么咱们现在锯子也不拿了啊，这样子吧，把那层我看一下啊，咱们需要什么，需要什么东西，需要带的没，没有，这样子啊咱们把饭吃一个，就是把那层啊咱们再稍微刮一点吧，因为什么，就是这个游戏你思路是我说那个没有错啊对吧，你现在就是你搞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快速的拿到哎捕鼠笼的材料了啊，但是你推的太快了，你这边连基础的这个面筋都不够，就连口罩的材料都不够了对吧，那你下去你也是个凉，就是尽量是在保证啊你这边基础资源够的情况下再推啊，不要盲目的推。行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先把那个房间啊先给它刮得干净一点，然后是这样子，等我缺木头的时候我再过来锯啊，现在我先不着急锯了，把这儿啊先刮得干净一点，然后咱们再拿点哎拿点胶带，然后咱们再去下一层好吧。大哥你是真的慢啊。好了，钥匙拿到了是吧，钥匙拿到了的话这个东西需要撬啊，这个东西里面是个吃的，哎呦大哥来了，空瓶子一个，快点等你走路，真的走的哎呦，这样子啊把它往这边引点啊，本层丧尸尽量一个不要杀，杀的话下一层丧尸又多起来了，可能你这边你就子弹不够用，然后有人就说哎，老司机子弹不够用了，我们去锯那些木头对吧，那不就完了吗，告诉你啊没那个时间啊，尽早做出老鼠笼子哎，尽早活下去。好了这样子啊，咱们有钥匙对吧，开这个吧，这个里面好像杂物更多一点我记得，哎这里面是两个丧尸啊，首先能灌瓶干净水，灌了之后直接一喝，两个丧尸，哎给点胶带啊，真的是破布也行啊，现在时间是2点，咱们还能再来一趟，哎胶带来了，就是前期啊破布胶带才是王道，丧尸呢在这儿啊离得非常远，赶紧摸钉子无所谓的，就是有一次我玩的时候啊，是哪个周末我忘了，反正也是老早了啊，我当时做那个大包的啊，然后把所有的胶带全用了，但发现哎我没有材料去做我的口罩了，哇当时好惨所以尽量是规划着玩啊，基友们，格子没有满，但是我现在快没有那个啥了啊，快没有口罩了，这还有一个啊，时间现在是快4点是吧，还能再来一趟啊，行，因为什么看这儿的钥匙没拿到啊，就他除了第一个房间之外啊其他的房间都是需要哎这边钥匙的，空瓶子还有一个，咱们这样子吧，把水灌一瓶去，哎开始掉血了，但是哎不慌走走走走走对吧，血掉一点你又不会死睡觉血不就回来了吗，真是、啊、好了咱们现在哎赶紧看一下啊，几个啦，布还够是吧，然后这个胶带8个是吧，8个就够了啊，哦耶那就可以升级了，来4个，哎呦心疼死了啊，
好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那么升级的话需要，哎，还差个工具箱是吧？修理它差工具箱一个，行，没问题啊。那这样子，哎，咱们现在，刚好再去摸一遍草莓种子啊，刚好再去摸一遍，哎，然后呢，摸到就势必摸一工具箱出来，然后呢，哎，第三天，明天啊，去38层，完美啊，非常的完美。东西看一下啊，对，啥也不带，带个屁啊。好了，行，走。又来了，这次啊，我要把我的包摸得满满登登。出来了一个是吧？那意味着，哎呀操，那意味着里面应该还有一个，门一关。啊，丧尸是有记忆的，但是他的记忆不是特别长久。那丧尸呢？在这儿啊，一个白衣美女啊，一个白衣服的美女。感觉怎么东西这么少啊？我靠，你这里面杂物不是很多啊？工具箱得出一个吧？我靠，钥匙啊！这你工具箱再不出一个，我今天跳！啊耶！哎，这就很舒服啊。好的，回家之后哎，先升级我的捕鼠器啊，一个就够了啊，一个抓的就很快了啊。这边哎，升级。当当当当当，哎，好了啊，好了之后呢，哎，基友们放什么烂菜叶子这个啊，或草莓都行，先放烂菜叶子啊。那么他抓的话需要时间，差不多也是一天时间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啊，下一步我不是，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这个氧气面罩带回来了对吧？哎，把它这边能升级了吗？差什么？啊，胶带不够是吧？铁还差得远，木头好办啊，差不多了。胶带不够，那么基友们，你现在啊，能升也别升，升了之后你发现对吧？升了之后，那你现在你做氧气面罩啊，对吧？那么它也要胶带，就我现在看不到啊，升了之后能看到，它需要两个，所以说啊，一定是确保你能做出哪怕最低端的这玩意儿啊，让你能先下楼，保证你的这个。就是胶带充足的时候你再生啊，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法生啊，铁够了也不能生，那就是差东西对吧？行，咱们现在空瓶子拿一个啊，啊，这个水烧好了没？水又烧好了是吧？啊，行，俩空瓶子啊 ，OK， 然后子弹的话20发够了，哎，下楼去把那东西一搬啊，太方便了啊，哎，直接30发啊，就在门口。哎，丧尸呢？啊，没有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！哎，这丧尸都哪儿去了？那38层的水我还没有，就是水我还没有灌呢啊！我这边等于说，这边整个卫生间还有水呢。那么，姐妹小心啊！这个门口是有俩丧尸的啊，丧尸我没有清啊，就是你几个没有打你，你得有逼数。哎，里面5个姨妈巾，我的天哪啊！5块布，太好了啊！啊，这个不让灌啊，这个呢，丧尸没进来啊，这个也不让灌是吧？那我还有，等于说刚好是一个干净水，一个脏水啊。好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再回去啊，东西再一放，嘿嘿，很舒服啊。胶带的话又摸了几个，咱们现在够升级了，但是的话这会儿时间还早，哎，咱们再摸一会儿啊，对吧？胶带这玩意儿我不嫌多啊，咱们再去摸几个去，顺便把铁搞一些啊。铁的话咱们本层不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撬的嘛，对吧？就是拿撬棍可以撬一下。那这样子啊，咱们把锯子也带上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带点子弹20发啊，然后把锯子带上，对吧？咱们现在等于说再去锯点，就是主要是搞胶带啊，其次锯点金属啊。现在时间是7点了是吧？7点的话那应该够我应该够我把38层的这个房间打完了吧啊。这个时间一个面罩应该够啊。哎，你们好啊，看着女厕所是吧？啊，哎，你好你好啊。嗯，面壁思过呢啊，行啊，小玩意儿长得真东西。好，那这个里面也是有那个铁架子能锯的啊，咱们现在先搞那个。哎呦，
大姐，你是不是换了个姿势啊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好了，然后在最里面就是记一下，这还有水啊，等于说你如果实在缺水了，过来这一接是干净水啊。先把里面那个丧尸一搞啊，这是个跑尸啊，看这儿对吧？哎，全都能聚啊，特别舒服。美女，怎么竟是些美女啊？看来这个女丧尸的出镜 很高嘛。差不多打死一个丧尸就是在十几发子弹之间啊，有的需要的多点，有的需要少一点啊。这是这个我认为应该不是随机啊，应该是判定的问题，可能对吧，可能有的你射出去之后他没有判定，导致你这边感觉啊可能丧尸的血量不一样啊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。等下我听到了门的声音啊，死了啊，没死，哎，这下是死了啊，就是听他最后那一下交喘了一下，让我听到有丧尸撞门的声音啊，他不是跟过来了吧？啊，没有没有啊，应该是对面那个餐厅那个丧尸啊。行，那么胶带能摸出几个呢？先摸里面啊。然后铁的话，一会儿咱们哎，如果还有格子，我就锯一锯啊。这个是要撬胶带，有这好多都需要撬啊。胶带，哎呦，怎么这次没几个胶带啊？胶带好少啊。那我锯一锯，反正现在木头跟铁我也需要啊，现在铁也差得多啊，稍微锯一锯，哎，咱们只能锯一点点。好了，那下次来的话，等于说把撬棍带上啊，这个地方好多东西箱子需要撬。好了，那么明天早上起来就能吃老鼠了啊！哈哈，刚好我也饿了啊！哈哈，哎呀，真的，如果只靠搜食物啊，你早就饿死个屁子了。靠种也不行啊，种的话草莓根本就不够你塞牙缝。胶带没有啊，好少啊！这办公室都不给人胶带的吗？火药、铁，哎，这。就一个那不够我升级的呀，升级之后我至少得留两个出来，你得让我能就是循环起来呀。火落，这么少怎么混嘛，这里面有四个东西啊，布倒是不缺了，开始冷了啊，满了是吧，哎呦，今天没拿到多少胶带啊，明天我还得来一趟。这是布，这是那个纸，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看来咱们得去39层去找了啊。39层不是咱们还有一个房间还没塌了吗？对吧？升级这些东西，哎，需要的材料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恶心啊。行 ，OK 啊，把火点上，这边哎，烧纸，烧擦屁股纸，满上。看我这边很困啊，所以可以烧多一点，满上。然后接我们开始烧炭了啊，因为什么？咱们现在做那个面具，哎，就需要两个炭。我算一下，剩了3个余量是吧？面罩一次要两个铁啊，可以啊，够了，咱们全部放下啊，撬棍拿出来啊，有点饿了是吧？饿了话，那先垫一下吧，行了啊，然后咱们哎把这个炭一拿，直接搞面罩啊，哎，这炭马上好，这防毒面罩起来之后那起飞啊，好，哎，再烧一个炭 ，OK。咱们现在啊，出去把那些之前没有撬的都撬一撬。那么老鼠出来了吗？哎呦，挺快啊，基友们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烤老鼠吃了啊。好了，把之前这些你没撬的这些啊，都撬一撬啊。里面就有铁的。啊，温度掉的飞起啊。那没温度之后，就会开始掉血。还有一个罐头啊，可以。啊，这里面是能已知三个铁。行。好，我得去暖和一下了啊，太冷了啊！冷！哎，炭好了啊 ，nice。然后呢，哎，烤个老鼠，好吧？然后像我这样子啊，咱们睡一觉啊。那明天一早起来之后，把这老鼠一吃，舒服啊！好了，可以了啊，铁够了啊，升级！哎，升级之后啊，就我们搞这个滤芯啊，看3个布，2个炭。
把滤芯搞出来，那么净水也需要这玩意儿啊。然后拿旧的防毒面具，哎，跟两个绷带，那么基友们，它比你这个玩意儿啊多一个绷带，但是呢，它却耐用的多。哎，对吧？有了这玩意之后，那绝对是起飞啊。好了，睡一觉，睡一觉啊，赶紧睡觉。咱们啊 ，go to sleep， 把这个体力啊回到满点。哎呀，可以了，睡到6:50。我桌上有一些杂志啊，有一些书，看来我平时也是没少撸。好了啊 ，ESA 一下啊，原力起床。OK， 行啊，咱们把老鼠肉一吃，我看一下，今天的话，咱们带把瓶子带上啊。把水再灌点，然后把撬棍带上，钉子的话带8个就够了啊，然后把锯子再带上，钉子不带了，好吧？因为咱们今天啊是在39层，就是再搞点材料，因为什么呢？回来之后咱们要升级净水器，对吧？然后再把水一灌啊，然后那个包看一下啊，包的话是需要2个布，我的肯定是够的，这2个布啊。然后再把我的包拆下来，哎，做一个大包包，起飞了，基友们。好，那么之后啊，就是疯狂的提升生活质量了啊，好吧。好了，然后看一下那个开锁器啊，开锁器也可以做了啊 ，nice。哎，基友们起飞了啊，咱们今天啊，对吧？去啊，3个东西全带着啊，3工具全带，还带了这么多瓶子啊。好，饿了啊，老鼠肉一吃，啊。哇操，怎么这么爽啊。好了，然后开锁器就可以啊，家里面东西不着急开啊，你家里面的你随时开都可以嘛，对吧？草莓应该也好了，那明天的话草莓一收，把那个把耗子一收啊，哎，舒服舒服，太舒服了，这生活质量不就起来了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话是把38层的这2个已经开的房间，咱们收个尾啊，把尾一收。何为收尾呢？就这种啊，锯的木头钉子可以暂时不着急啊，把那些出铁的得锯的啊。哟，你进来了，我靠，进来了，处理掉。没这个必要啊，我以为你在外面了，谁他妈跑进来可还行？把这些，就是这个不要啊，哎，把这2个。能锯的跟一个能撬的啊，给大家一搞啊，看着啊，他破门5下，没那么快，他走路也慢。咱们之后升级炉子啊，跟升级净水器都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了，就是铁跟木头啊，就咱们现在搞一些。来啦，老弟，来，哎呦，你这个速度我都可以再锯一个柜子了。哎呦，来不及。你太瞧不起人家了，真是！快点，他怎么跑进来的？好贱啊！好的 ，OK 啊，咱们空瓶子好像带多了啊，但是咱们女厕所还有好多是没有灌水的啊。就是女厕所的话是，咱们只灌了一个女厕，还没灌那个男厕。OK， 行了啊，然后再把那个最里面那个房间啊，咱们再去搞一搞。哎呦，你俩一个里面一个外面，我靠，把我堵得死死的啊！行，那么基友们，咱们浪也就是浪一天了，明天啊必须去收集，就是新材料了。因为什么？咱们没胶带了啊！咱们这样子搞的话，胶带等于说家里面现在就只有一个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些不锯，咱们锯那些带铁的去。这里面还有什么没有拿的？看一眼。啊，就剩一个纸是吧？想拿不想拿的？看一下，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把净水器？这个姿势，我靠！大爷，还一抖一抖啊！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那个把净水器做出来啊？净水器不只是要做，还得升级啊！好了，这个里面是好多需要撬的啊，跟需要开锁的。这里面什么东西7个啊？手枪零件跟7发子弹啊！
这个是三个铁，已知三个铁，这个是石木头石钉子。铁跟木头我绝对是不嫌多的啊，哎，都撬一撬。这小办公室里面还挺肥。行了，今天咱们一天时间啊，基础资源是搞了不少，然后这里面全是金属啊，何止搞了不少，简直是很多，好吧。还有两格，哎呀，这格子大了之后就是爽。还有一个啊，三个铁，格子大了就是起飞啊。行，然后现在看一下啊，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再把水去一罐啊，四个水，然后看还有什么需要撬的啊，一撬啊回家。回家还得要再出来一趟吧，就是才三点多啊。那不行，锯点木头啊，那格子有就锯点吧，反正木头不嫌多嘛，对吧。他能给钉子，对不对，钉子还是子弹的啊。有时间反正今天好不容易，对吧，带锯子出门一趟，能多锯就多锯点啊。你看这个面罩，对吧，哎，就很耐用，但是也很贵。两个胶带是我最心疼的啊。但是绝对是物超所值。来，哎，木头看一下啊，哎，满了是吧，啊，那么刚好，哎，两组是满的，现在再把这四瓶水一灌啊，灌都搞不出来那白瞎了啊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基友们，感觉出不了啊。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工具，就是那个杂物是有点随机性的啊。美女你好，来来来来啊，啊，美女很漂亮吗？哎呦，打我是吧？工具箱来一个，工具，哎哎，操，这 bug， 你看，他不让我摸。可乐钉子，哎呦，看来咱们又得开个门了，没工具箱这尴尬呀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哦，最后的关头出了，哎，打不着。行，那就，哎，等于说我就可以保个钥匙了，就没必要再开一个就是，哎，本层的门了啊。美女来摸我呀，你倒是，就是基友们，他最好是对这样子啊，就是出攻击动画。格子还是没有满是吧，不要紧不要紧，这个水来一瓶，行啊，我不耽误时间了，走了。然后还有时间是吧，咱们这样子啊，把厕所再摸一下吧。它不是厕所啊，除了灌水之外，哎，它有好多这种，对吧，什么垃圾桶也可以摸的嘛，对不对，反正你格子又没有满，垃圾桶里面还出啊布，出纸很合理，出布，垃圾桶里面出布是一个什么意思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姨妈巾，对吧，哎，可能材质比较像布是吧，哎，可能高级姨妈巾可能是布的吧，啊，不知道啊。行了，格子还是没有满啊，嘿嘿，哎呀，格子没有满，这样子啊，水喝一个，然后，哎，这水不得灌一瓶走，真是，每次老格子不满，我就回家很难受啊，真的，基友们，来了啊，来吧，老子走了，好，那么基友们啊，那么刚好十点。然后呢，睡觉啊！明天咱们就，哎，拿上所有子弹啊，去探索38楼了。这个啊，修一下。Oh yeah， 好了啊。然后，我现在只能吃这些巧克力了啊。现在的话，暂时还，哎呀，两个肉是吧？那先吃那些需要烤的肉吧。钥匙留一个啊，脏水，再做一个绷带，不是那个面具。行，可以走。就尽量把那些就是能直接吃的那些东西啊，你留一下啊，就是如果就是以防万一的，对吧？需要烤的你先吃，然后咱们先烤个肉。这个东西升级的话，看一下啊，材料其实也挺贵的，所以还是优先生老鼠笼子啊，然后生好之后再生二级台，哎，然后才是什么集水器跟炉子，知道吧？
这东西大不了你等一会儿嘛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那就可以把草莓种一下了。我现在水多不多？水的话还可以是吧？那走，种一下这个啊，草莓种子一个，它刚好烤着呢，我等一会儿啊。那么基友们，种草莓真的，我重申一遍啊，不是让你吃的啊，你吃那玩意儿塞牙缝完全吃不饱，那玩意儿是让你用来抓老鼠的。咱们现在种的草莓有点早，但是闲着也是闲着。那么草莓啊，脏水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是药草啊，这个草莓，那么一天就种好。基本上都是种一反二，运气好的时候能反三，运气不好的时候反一，哎，基本上都是二啊。肉好了没？还没好，我靠！那再搞个面具，明天这点打丧尸的话，这三分之一的面具应该不够啊。真的，基友们，我重申一遍啊，再说一遍啊，无论你升级什么台子啊，或者是你搜刮，一定都是先看一下你的胶带的数量，胶带才是你能不能下楼的关键，对吧？你没胶带了，你做不出面具了，你下楼你就是憋死，非常的危险。这个错误啊，很低级啊，一定不要犯啊。行了，等肉一好，咱们睡一觉啊。而且一定是在12点到4点之间睡啊，等于火不浪费嘛。那么回精力方法很多啊，比如喝咖啡什么都可以啊，也不是说就一定非要哎睡觉，对吧？行了，吃饱喝足啊，并没有吃饱，也不是很累，那再添点纸，添到差不多哎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子弹再拿上啊，钥匙哎撬棍，子弹拿上个两组，哎，咱明天好好的38楼搜一搜，睡一觉。看我睡到，看没有，4:30就满了啊，对吧？睡得多就浪费了，所以饭可以乱吃啊，觉不能乱睡，苦逼上班族。来，原力起床 ，yes， 啊，今天啊，走，打架去，还有点火是吧？再烤个肉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走，来吧。哎，38层我来了啊。好，然后38层我说一下基友们，那么看基友们啊，38层的话啊，咱们去了之后哎，先去这个餐厅啊，里面一直有一个跑尸的，跑尸必须干掉啊，然后哎，那么就是把吃喝先拿了，然后再在这儿啊，所有的房间哎，开始搜集咱们需要的铁丝跟那个高级螺丝，那么网吧最后去，因为网吧里面三个全是跑尸啊。然后呢，哎，这儿走廊的话，咖啡店这儿是个手枪零件，造手枪需要4个零件。然后呢，咱们哎，这儿餐厅搜了之后，优先搜书店，因为什么，对吧？就一个跑尸，哎，然后是办公室啊，对吧？等于说是有顺序的。OK 啊，38个，这都是血的经验啊。然后厕所，对吧？哎，等你有空瓶子了，就过来拿，对不对？哎，反正他水又跑不了。然后就是当你有撬棍了之后，看到没，基友们啊，这玩意儿啊，哎，你也可以撬。看它里面2个铁丝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我需要的啊。那么39层是不出老鼠笼的材料的啊，所以意味着啊，你这边尽快探索38是必须的。然后这个位置，出手枪的啊，这儿啊，手枪跟子弹暂时不着急拿了啊，因为什么？手枪咱们现在要4个零件，现在做有点早。他这个判定啊，他有时候看见没有，哎，不让你拿，恶心的亚皮一个喝的啊，破布，面具不多了啊，来跑尸一搞，打一个丧尸啊，丧尸的血量是随机的，你如果要是你不吸洋红的话，前提是100%都中的话，那差不多也得。将近10枪左右啊，好了，哎呦，哎，等他们撞门啊，你别开门，算了，我开一下，看没，基友们，看，差点中招啊，就是这个丧尸如果堵门的话啊，你这边哎，直接开是很危险的，没面罩了，得赶紧换个面罩了，等一下啊，我先跑一下。哎呦，正打丧尸的没面罩了，真的是恶心。换的时候我还不能动。好了，行了，战神附体，然后R上子弹，
那个男丧尸啊，女的先不管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个走尸啊，优先级不高。就是走尸什么时候杀呢？走尸的话是等到场面上，哎，楼道里面走尸如果太多了，你再杀啊。那什么算多呢？每个人的操作不一样，我的操作也不是那么好啊。反正我认为四只以上算多，也意味着三到四只我再杀，一两只的话我觉得是无所谓的。这个你们自己看啊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走位不骚的话，那么一两个你杀也可以。死了没？啊，行。那么他怎么算死呢？他死的时候如果要是啊一下那就死了，如果要是他倒的时候他没有啊那样子娇喘一下，证明他没有死。如果实在不放心，你再补一枪吧。补一枪的话，如果要是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就是死了。你补那枪之后，他如果要是叫了，他就没有死。来，哎，赶紧摸，满了，这就满了。喝，哎呦，干，咖啡，哎呦，这个喝很浪费啊。巧克力吃 ，What the fuck？ 你这满的有点快啊。钥匙在这儿。这是那个腐烂食物啊，也可以用来抓老鼠。不行，回去放一下。撬棍撬一下啊，这里面都是吃喝，吃喝一吃啊，一吃不浪费。这先扔了啊，俩钉子，哎，无所谓，我先一吃一喝。两包薯片，好奢侈啊，就这样子吃了。但是我饿啊，就不浪费，好吧？咖啡。咖啡就不喝了啊，我现在这个并不累。丧尸没过来啊，天哪，路这么浪费的吗？看看基友们，看这个铁丝啊，跟这个啊，就是做老鼠笼的各要六个，这玩意儿只有这儿出，就只有39层以下出。哎呦，绷带，那就回去放一下，好吧？那只能这样了。有空瓶子没？有空瓶子的话，这样子啊，不要浪费，把水灌点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长这么丑，嘿嘿，把这个撬。丧尸来了，啊，没有来，丧尸走得很慢。这样子啊，先随便走一个，然后再哎，马上去38的厕所啊，咱们去灌，把水一灌。哎，哪有那么多水的？每次一进来，满了是吧？每次一进来，他跟我说，哎，这边水一堆，其实全是 bug。啊，行了，走了。就是如果你人物特别累的话，你人物是走不动的啊，所以尽量是等他那咖啡尽量是不要当水喝，很浪费啊。时间还够的话，那这样子吧，把撬棍拿上，然后咱们把那个钥匙一搜啊，咱们把子弹稍微带上两组，但是我的口罩不够了，口罩再备一个，对吧？咱们再去摸一波啊！行了，看一下啊 ，OK， 60发子弹，这打多少丧尸啊？拿多了，感觉拿上40发就够了。好了，马不停蹄啊，先去餐厅把剩下东西一拿，然后呢，哎，咱们再开一个门。那么基友们开哪个啊？对吧？肯定是。开这个，因为这里面只有一个跑尸，这都是用血的背板来背来的。啊，其实这游戏当你通关了几遍之后啊，你就发现跑尸多不多已经无所谓了，就场面的话你是能 hold 住的。但是对于如果第一次玩的话，真的是不一样的啊！同时让你打上两三只跑尸，你绝对是苟不住的。给了六个布啊，可以可以。两个草莓种子，然后一个药草，药草是可以直接吃的。一个绷带，
这就没格子了。这样子啊，来，门一关。然后咱们搜刮，还是以先搜刮那个铁丝跟螺丝为主啊，是直奔老鼠笼子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我现在又没面罩了，我一会儿打的话，是不是我一会儿我靠又要半路去换面罩，尴尬呀！他不会起来的，你放心啊。这样子啊，我先扛一会儿啊，把面罩一换，我再去。哎，对，再去。对嘛啊，好了，然后外面这两个是普通丧尸啊，可以不打。然后咱们哎直接去里面把那个跑尸放出来。这个跑尸，哎，我先摸一下啊，吃喝，这里面是个跑尸。跑尸呢？出来。没出来可还行，出来出出出出，就是嘛，你跑这么快不能白瞎了吗你？打头啊，打身体的话没事，伤害不高啊。咋就你一个了？那个呢？在外面吗？啊，在这儿。别装死了，快起来！知道你没死。进去了，可还行。倒了，那么死没死呢？再补一枪呗。没死。看你补枪之后，他如果要是还是那就是没死。那么刚我又补了一枪，他这边已经死了。看没有？就是掉枪的时候啊，他这边已经没任何反应了。哎，铁丝需要对吧？然后呢？螺丝需要对吧？哎，总之就是。你打丧尸的最后一枪啊，它是会交喘的，哎，那么喘了之后就是死。那么手枪零件一个，手枪零件啊，在本层的话每个房间一个啊，又满了是吧？两个铁丝，一个螺丝，那这样子吧，把铁丝跟螺丝再稍微摸一点，这钉子可以凑一组吧。钥匙拿不下了，下次过来拿吧。哎，就尽量是让让你的物品啊，就是堆叠一下，对吧？堆叠了之后才稳嘛，就是才这边合理利用嘛。哎呀，这还有个螺丝。然后这儿啊，记得看军用防毒面具啊。那么需要滤芯需要木炭，然后哎还需要什么二级台，咱们现在还。没声的啊，所以说咱们现在暂时也不着急拿。然后38层是这样子啊，38层的话，在左上角那个房间，哎，是有一个皮革的，就是你二级台出了之后，哎，你就可以，那回吧，已经很满了啊。就是你二级台出了之后，哎，你就可以做大包了。38层真的是赞啊！哦，跑这里面来了，靠！刚好拿着撬棍呢，我把它一撬算了。等于说你38层啊，手枪材料也能够，然后呢防毒面具也够啊，然后大包的材料你也够，重点是老鼠笼子的你也够，对吧？这个门不让关就离谱。看着他啊，哎，其实当你玩久了之后啊，你不看他也行。好，子弹啊，8个子弹，里面没有了，那我8个子弹不行，你拿算了。哦。两个都过来了可还行啊，不拿也行。物品啊掉地上之后你不拿是丢不了的。10点半了，回吧。又是大丰收的一天。明天收草莓吗？没有必要，咱们现在老鼠弄还没有好呢，还差几个我看一下去啊。老鼠笼子还能差几个啊，老鼠笼子应该差的不多了。差应该是2-3个吧，就差一个铁丝了 ，nice， 基友们，看这都不是步入正轨了吗？行啊，下期的话赶紧哎，先摸上一个老鼠笼子的材料，然后呢哎，升级二级工作台啊，出大包，出防毒面具，哎呀，之后啊滤水器哎，
生级炉子，这不就直接养老了吗？啊，不行，不对，不对啊，养老夸张了。总之的话，那就稳了啊。行，存一下，刚好12点，那就睡一觉呗。明天需要带什么吧？明天把水先喝一个。明天带子弹，对吧？带上个32发就够了，空瓶子带上。再把水接一个，撬棍没必要带啊。啊，温暖的火，哎，肉也好了啊，再烤一个水，谁他妈烤个水？好了，吃饱喝足 ，yes， 睡觉，完美的一天啊。Oh yeah。好，把这样的把体力睡满就 OK 了啊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哦，明天继续装逼啊。好的啊，那么基友们，行了啊，2:40就起床了，起床之后干嘛呢？再说吧啊，行吧，基友们，行了，下了啊，本期差不多了啊 ，OK， 那么我是老司机啊，明天的话应该是防毒面具跟大包啊，那么大家拜了个拜。啊哈！快去看老司机为带来的游戏时光机说，今天咱们继续更新《走进阴霾》啊。那么现在时间还不到4点啊，外面依然很冷，咱们这边哎火依然要烧一下啊。那么火也不能白烧，哎，咱们呢继续烧一瓶水啊，脏水还没有烧开。然后这样子啊，咱们现在看一下我的草莓种好了没有啊？这游戏里面黑科技，草莓一天就可以好。行了，那么本期的目标呢，咱们是哎差一个铁丝就出捕鼠笼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哎，防毒面具跟咱们的高级背包啊，也是要。做的好，草莓已经好了啊，然后呢再放一个脏水，哎，再放一个草莓种子啊，种着啊。那么记我们草莓啊，这东西塞牙缝它不是给你吃的啊，用来抓老鼠的，好吧，哎，不要贪嘴啊，好，搞得咱们没吃过草莓一样。行了啊，现在时间是4点了啊，咱们现在呢哎就水喝一个吧。好了，三空瓶子有点多，咱们不拿空瓶子也行。咱们今天呢哎就赶紧去38楼啊，草莓放下，钉子拿一组就行了，空瓶子不要啊， Let's go。然后呢哎咱们这个注意看啊，每次出门你要看你的这个氧气面罩的，对不对啊，你面罩不多了肯定是要做的。然后呢哎要随时关注你的这个胶带的数量啊，我就又不多了，剩2个了，对吧，胶带啊真的是一个关键道具，好吧。行了啊，已经5点了，时间过得这么快啊。啊，38楼啊，咱们今天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不是开过了对吧？把这儿啊搜干净啊，看能不能出个铁丝儿。咱们上次看了好像没有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就去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的话是只有2个跑士，好吧？来 go 啊。然后有基友就上期录完啊，问了一个问题，说老司机能不能把东西都放到门口对吧？哎，咱们到时候搬的也方便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啊，可以这样搞的呀，啊，当然可以的呀，对吧？行了啊，咱们哎把这个什么子弹啊都拿到门口去。真的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！如果是直播背板的话，这种问题对吧？幼儿园的问题啊，当时基友们一问，哎，我就知道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东西为啥不能放到门口的？你一次性一搬不就很方便吗？啊，胶带跟弹壳啊，非常好。那么弹壳啊，肯定是要做哎喷子子弹啊，不能做手枪的啊。谁他妈这游戏里面手枪子弹？跟喷子弹用的同一种弹壳，可爱性啊。然后这儿也出空瓶子啊，空瓶子的话去楼上这儿啊去接水。咱们摸一下啊，这个地方重点是有个钥匙，咱们要拿到啊。这个地方咱们上次看好像没有这个铁丝是吧，我看一下啊。然后这边工具箱啊跟钉子啊，钉子如果你实在不够啊，你就去锯那个木头啊，然后它是能出木头跟钉子啊。好了啊，没有氧气，没氧气憋一会儿。对，你刚没氧气你就马上对吧用，哇靠，你这样 很浪费的呀，对不对，你有肺活量的对吧，而是甚至不行你卖点血都可以。这个丧尸没过来啊，啊大哥死真惨啊。好了，开始掉血了对吧，哎这个时候再换对吧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哎小日子要过得细一点对不对，等后面了你无所谓了。看这两个一锯了之后是铁啊，因为它是铁架子，哎钥匙拿到啊，然后哎呦满了是吧，哎满了之后刚好啊咱们去门口一放啊，到2楼把那个水一灌啊，哈哈。哎，这丧尸没有追我啊，看来这个丧尸他的这个寻路机制有问题啊，这攻击欲望也不是很强烈啊。哦，继续往看开锁器啊，那么这个开锁器就是咱们哎解锁下一层的一个道具啊，那得拿一下啊，那不行，这4个纸就不要了啊，对吧，纸是最 low 的
对吧，这是烧的东西，哎，而且四个纸呢烧屁大一会儿，对不对，擦屁股都嫌硬啊。好了，然后这东西都可以锯啊，之后如果你没木头了什么的你再过来搞啊。哎，这丧尸真的是瞧不起我胖虎啊。我靠，哎，他刚好在门口啊，刚好在门口，那也得扔啊。丧尸反正非常慢啊，这干净水啊，面罩不扔啊，这扔啊，扔啊，子弹啊，这，哎呦，丧尸还跑挺快，你别说，那我扔到厕所里总可以了吧？啊，这布啊，这玩意啊，弹壳啊，这东西啊，工具箱啊，木头啊，面罩很重要啊，最后暂时不扔。你看我落还挺整齐，看到没？好了，对呀，为啥不能放到门口呢？行了，咱们现在的话去。搞一下那个只有两个跑式的房间啊，然后咱们势必拿到一个铁丝啊，然后右边那个餐厅咱们是搞过的对吧？哎，你看他其实在追我，但是好像你这边跑远了之后，他们就会丢失目标，很合理啊。哎，就还追着吗？好像不追了，看到没？哎，回头了，看到没？好了，然后这里面是有个丧尸的啊，咱们在这个里面咱们是已经搞定了，在这里面啊。不要理他，好吧？然后把这个门一开啊，那么这里面门口就是跑尸啊，基友们。那么等他敲门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急的话，一定别顶着丧尸破门啊，你去开门，知道吧？非常的危险。哎，大哥，你不是跑尸吗？那我也处理掉算了，因为走廊上的丧尸数量太多了啊，对吧？那边还有俩呢，把他处理掉算了。那他门口这个如果是走尸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啊，里面那两个就都是跑尸了。那跑尸得都处理掉啊，那咱们钉子够不够了？钉子不够是小问题，死了没？啊，死了啊！啊，因为钉子里面还能摸到啊。而这个房间的话，其中有一个跑尸是在最最里面的房间啊，那他就跑尸了吧？果不其然。行啊，把跑尸肯定得处理掉的啊。真的，这个游戏里面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毫无打击感啊！包括后面拿到枪之后，你们也知道了啊，你们就知道打击感可以说啊几乎没有啊，因为小成本的独立公司游戏嘛，要什么自行车？我子弹不多了啊，尽量不要夕阳红啊。他有时候这个判定有问题，不是我想夕阳红，对吧？试问谁想夕阳红？哎，行了啊，那么死没死？补一刀。哎，死了啊！行，那么丧尸哎在里面啊，没有出来，非常好。哎呦，全是娇妹，啊，身材是真心不错啊。好了 ，OK， 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铁丝有没有啊？这有，基友们，好了，行了啊。然后咱们捕鼠笼出了之后呢，哎，就再饿不死了啊，基友们。哈哈，然后下一步就是，要出高级工作台，哎，二级工作台嘛。这个地方这个房间是能出个皮的啊，能出背包，哎。然后呢，防毒面具啊，防毒面具的话，咱们就得烧木炭了啊，这就步入正轨了嘛。啊，这里面看到没，全是架子啊，就你锯了之后根本就不缺木头，好吧？然后这儿还能出医疗用品，这个房间。啊，哎呦，哟，这个盒子怎么能摸吗？它有一个白框，但是没有那个摸的选项啊。好，哎，咱们给它摸的爽爽的啊，然后再上个蛋。好的，格子满了吗？没有啊。行，这个地方啊，能出皮，哎，出了啊。行，这个皮的位置是必刷的啊。好了，然后丧尸在最里面那个房间，就这个啊，闪灯的房间里面啊，咱们现在就，不要太靠近那个房间就 OK 了。那里面是个跑尸啊，我现在28发子弹，但是我没氧气了啊。哎，看第二个这个对吧？哎，咱们现在等于说升级了工作台之后，哎，就可以走吧走吧，我没氧气了，就可以出就是去下一层的开锁机了。哦耶！哎，这就很舒服啊。好的，回家之后哎，先升级我的捕鼠器啊，一个就够了啊，一个抓的就很快了啊。这边哎，升级，当当当当当，哎，好了啊，好了之后呢，哎，基友们放什么烂菜叶子这个啊，或草莓都行，先放烂菜叶子啊。那么他抓的话需要时间，差不多也是一天时间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啊，下一步我不是。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这个氧气面罩带回来了，对吧？哎，把它这边能升级了吗？差什么？啊，胶带不够是吧？铁还差得远，木头好办啊，差不多了。胶带不够，那么基友们，你现在啊，能升也别升，升了之后你发现对吧？
生了之后，那你现在你做氧气面罩啊，对吧？那么他也要交代，就我现在看不到啊，生了之后能看到，他需要两个，所以说啊，一定是确保你能做出哪怕最低端的这玩意儿啊，让你能先下楼，保证你的这个就是交代充足的时候你再生啊。那么咱们现在还没法生啊，铁够了也不能生，那就是差东西，对吧？行，咱们现在空瓶子拿一个啊，啊，这个水烧好了没？水又烧好了是吧？啊，行，俩空瓶子啊 ，OK， 然后子弹的话二十发够了。哎，下楼去把那东西一搬啊，太方便了啊！哎，直接38啊，就在门口。哎，丧尸呢？啊，没有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！哎，这丧尸都哪儿去了？那38层的水我还没有，就是水我还没有灌呢啊，我这边等于说这边整个卫生间还有水呢。那么警们小心啊，这个门口是有俩丧尸的啊，丧尸我没有清啊，就是你几个没有打，你得有逼数。哎，里面5个姨妈巾，我的天哪啊，5块布，太好了啊。啊，这个不让灌啊，这个呢丧尸没进来啊，这个也不让灌是吧？那我还有，等于说刚好是一个干净水，一个脏水啊。好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再回去啊，东西再一放，嘿嘿，很舒服啊。胶带的话又摸了几个啊，咱们现在够升级了，但是的话这会儿时间还早，哎，咱们再摸一会儿啊，对吧？胶带这玩意儿我不嫌多啊，咱们再去摸几个去，顺便把铁搞一些啊。铁的话，咱们本层不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撬的嘛，对吧？就是拿撬棍可以撬一下，那这样子啊，咱们把锯子也带上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带点子弹，20发啊，然后把锯子带上，对吧？咱们现在等于说再去锯点，就是主要是搞胶带啊，其次锯点金属啊。现在时间是7点了，是吧？7点的话，那应该够我，应该够我把38层的这个房间打完了吧？啊，这个时间一个面罩应该够啊。哎，你们好啊，看着女厕所是吧？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，面壁思过呢啊，行啊，小玩意儿长得真东西，哈哈哈。好，那这个里面也是有那个铁架子能锯的啊，咱们现在先搞那个。哎呦，大姐，你是不是换了个姿势啊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好了，然后，在最里面就是记一下，这还有水啊。等于说你如果实在缺水了，过来这一接是干净水啊。先把里面那个丧尸一搞啊，这是个刨尸啊，看这儿对吧，哎，全都能锯啊，越舒服。美女怎么净是些美女啊，看来这个女丧尸的出镜 很高嘛，差不多打死一个丧尸就是在10几发子弹之间啊，有的需要的多点，有的需要少一点啊，这是这个我认为应该不是随机啊，应该是判定的问题，可能对吧，可能有的你射出去之后他没有判定，导致你这边感觉啊可能丧尸的血量不一样啊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。等下我听到了门的声音啊，死了啊，没死，哎，这样是死了啊，就是听他最后那一下娇喘了一下，但我听到有丧尸撞门的声音啊，他不是跟过来了吧？啊，没有没有啊，应该是对面那个餐厅那个丧尸啊。行，那么胶带能摸出几个呢？先摸里面啊。然后铁的话，一会儿咱们哎，如果还有格子，我就锯一锯啊。这个是要撬。胶带，有这好多都需要撬啊。胶带，哎呦，怎么这次没几个胶带啊？胶带好少啊。那我锯一锯，反正现在木头跟铁我也需要啊，现在铁也差得多啊，稍微锯一锯，哎，咱们只能锯一点点。好了，那下次来的话，等于说把撬棍带上啊，这个地方好多东西箱子需要撬。好了，那么明天早上起来就能吃老鼠了啊，哈哈哈，刚好我也饿了啊，哈哈哈。哎呀，真的，如果只靠搜食物啊，你早就饿死个屁子了。靠种也不行啊，种的话草莓根本就不够你塞牙缝。
交代。没有啊，好少啊，这办公室都不给人交代的吗？火药铁，哎，这就一个，那不够我升级的呀，升级之后我至少得留两个出来，你得让我能就是循环起来呀。火落，这么少怎么混嘛，这里面有四个东西。哎，布倒是不缺了，开始冷了啊。满了是吧？哎呦，今天没拿到多少胶带啊，明天我还得来一趟。这是布，这是那个纸。哎呦，不行。看来咱们得去39层去找了啊。39层不是咱们还有一个房间还没踏了吗？对吧？升级这些东西，哎，需要的材料真的一个比一个恶心啊。行 ，OK 啊，把火点上。这边哎，烧纸，烧擦屁股纸，满上。看我这边很困啊，所以可以烧多一点，满上。然后接我们开始烧炭了啊，因为什么？咱们现在做那个面具，哎，就需要两个炭。我算一下，剩了3个余量是吧？面罩一次要两个铁啊，可以啊，够了，咱们全部放下啊，撬棍拿出来啊，有点饿了是吧？饿了话。那先垫一下吧，行了啊。然后咱们哎，把这个炭一拿，直接搞面罩啊。哎，这炭马上好，这防毒面罩起来之后，那起飞啊。好，哎，再烧一个炭。OK， 咱们现在啊，出去把那些之前没有撬的都撬一撬。那么老鼠出来了吗？哎呦，挺快啊，基友们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烤老鼠吃了啊。好了，把之前这些你没撬的这些啊，都撬一撬啊。里面就有铁的，啊，温度掉的飞起啊，那没温度之后就会开始掉血，还有一个罐头啊，可以，啊，这里面是能已知3个铁，行，好，我得去暖和一下了啊，太冷了啊，冷，哎，炭好了啊 ，nice， 然后呢，哎，烤个老鼠，好吧。然后像我这样子啊，咱们睡一觉啊。那明天一早起来之后，把这老鼠一吃，舒服啊。好了，可以了啊，铁够了啊，升级。哎，升级之后啊，就我们搞这个滤芯啊，看3个布2个炭，把滤芯搞出来。那么净水也需要这玩意儿啊。然后拿旧的防毒面具，哎，跟2个绷带。那么就我们它比你这个玩意儿啊多一个绷带，但是呢它却耐用的多。哎，对吧？有了这玩意之后，那绝对是起飞啊。好了，睡一觉啊，赶紧睡觉。咱们啊 ，go to sleep， 把这个体力啊回到满点。哎呀，可以了，睡到6:50。我桌上有一些杂志啊，有一些书，看来我平时也是没少撸。好了啊 ，ESA 一下啊，原力起床。OK， 行啊，咱们把老鼠肉一吃，我看一下今天的话，咱们带把瓶子带上啊。把水再灌点，然后把撬棍带上，钉子的话带8个就够了啊，然后把锯子再带上，钉子不带了，好吧。比如咱们今天啊是在39层，就是再搞点材料，因为什么呢？回来之后咱们要升级净水器，对吧？然后再把水一灌啊，然后那个包看一下啊，包的话是需要2个布，我的肯定是够的，这2个布啊。然后再把我的包拆下来，哎，做一个大包包，起飞了，基友们。好，那么之后啊，就是疯狂的提升生活质量了啊，好吧。好了，然后看一下那个开锁器啊，开锁器也可以做了啊 ，nice。哎，基友们起飞了啊，哈哈，咱们今天啊，对吧？去啊，3个东西全带着啊，仨工具全带，还带了这么多瓶子啊。好，饿了啊，老鼠肉一吃，啊。哇操，怎么这么爽啊。好了，然后开锁器就可以啊，家里面东西不着急开啊，你家里面的你随时开都可以嘛，对吧？草莓应该也好了，明天的话草莓一收，把那个把耗子一收啊，哎，舒服，太舒服了，这生活质量不就起来了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话是把38层的这2个已经开的房间，咱们收个尾啊，把尾一收。何为收尾呢？就这种啊，锯的木头钉子可以暂时不着急啊，把那些出铁的得锯的啊。
哎呦，你进来了！我靠，进来了，处理掉？没这个必要。我以为你在外面了，谁他妈跑进来可还行？把这些，就是 这个不要啊！哎，把这两个能锯的跟一个能撬的啊，给他一搞啊！看着啊，他破门五下，没那么快，他走路也慢。咱们之后升级炉子啊，跟升级净水器都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了，就是铁跟木头啊。那咱们现在搞一些。来啦，老弟，来！哎呦，你这个速度我都可以再锯一个柜子了。哎呦，来不及！你太瞧不起人家了，真是！快点！他怎么跑进来的？好贱啊！好的 ，OK 啊，咱们空瓶子好像带多了啊，但是咱们女厕所还有好多是没有灌水的啊。就是女厕所的话是，咱们只灌了一个女厕，还没灌那个男厕。OK， 行了啊，然后再把那个最里面那个房间啊，咱们再去搞一搞。哎呦，你俩一个里面一个外面，我靠，把我堵得死死的啊！行，那么基友们，咱们浪也就是浪一天了。明天啊，必须去收集，就是新材料了。因为什么？咱们没胶带了啊。咱们这样子搞的话，胶带等于说家里面现在就只有一个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些不锯，咱们锯那些带铁的去。这里面还有什么没有拿的？看一眼。啊，就剩一个纸是吧？想拿不想拿的？看一下，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把净水器？这个姿势，我靠！大爷，还一抖一抖啊！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那个把净水器做出来啊？净水器不只是要做，还得升级啊！好了，这个里面是好多需要撬的啊，跟需要开锁的。这里面什么东西？七个啊！手枪零件跟七发子弹啊，这个是三个铁，已知三个铁，这个是十木头十钉子，铁跟木头我绝对是不嫌多的啊，哎，都撬一撬。这小办公室里面还挺肥。行了，今天咱们一天时间啊，基础资源是搞了不少，然后这里面全是金属啊，何止搞了不少，简直是很多，好吧。还有两格，哎呀，这格子大了之后就是爽。嘿嘿，还有一个啊，三个铁，格子大了就是起飞啊。行，然后现在看一下啊，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再把水去一灌啊，四个水，然后看还有什么需要撬的啊，一撬啊回家。回家还得再出来一趟吧，就是才三点多啊。那不行，锯点木头啊，那格子有就锯点吧，反正木头不嫌多嘛，对吧？他能给钉子，对不对？钉子还是子弹的啊。有时间，反正今天好不容易，对吧？带锯子出门一趟，能多锯就多锯点啊。你看这个面罩，对吧？哎，就很耐用，但是也很贵。两个胶带是我最心疼的啊，但是绝对是物超所值。来，哎，木头看一下啊，哎，满了是吧？啊，那么刚好哎，两组是满的。现在再把这四瓶水一灌啊，话它有什么饮水机对吧？是有什么厕所，所以喝的你是不缺的啊，就是缺吃。所以说啊，老司机玩了几周目之后发现啊，速出老鼠笼才是最稳的方法，然后才是什么升二级台啊，出防毒面具啊，对吧？再升净水器啊，一定要先解决吃的问题，好吧？那么在二层啊，38层的话，这边哎，餐厅你对吧？一拿了之后啊，在本层就开始把攒的弹药全部打光啊，清丧尸啊，拿物资回来出捕鼠笼啊，然后
之后的思路啊，到了37层了，对吧？哎，你这边思路是赶紧去这儿啊，这个火焰办公室拿 AD 卡，然后呢到39层的这个哎保安室拿到霰弹枪，然后再到36层拿信号枪。现在我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懵啊，总之的话你们先就是如果你是要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对吧，你截个图啊，然后咱们也是游戏里面边玩边说啊。然后那么到了37层的思路拿到哎这边卡拿到之后啊，那么枪一拿哎，然后呢就开始做手枪了啊，手枪也只比钉枪猛了一点点。然后到了36就简单了，对吧，它越往后越难，丧尸越多，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喷子了，喷子一枪一个，对吧，真的是啊，丧尸多没有用啊，嘎嘎乱杀就完了，好吧基友们。OK 了啊，那咱们现在呢哎首先先到39哎 ,let's go。到39之后啊，首先下来之后，哎看，哎丧尸就放屁，对吧？就有毒气啊。这儿必刷一个，哎面具，你拿起来，哎就这玩意儿带到这个位置，哎好了啊。那么下方就是这个面具的条啊，你是一定要在这个条没有耐久之前回去的，哎不然的话你这边就会憋死，哎就憋掉血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哎这个吸烟处它是必刷一把钉枪的，就是咱们前期的唯一武器啊，咱们给它哎拿到。这垃圾桶里面什么废纸，对吧，哎这个是需要开锁器的，咱们目前是没有，哎这边哎 OK 了啊。那么胶带拿了不少，对吧，哎把钉枪装备一下，这是面罩啊，武器跟包包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门堵住了出不去，咱们现在哎抓紧时间在厕所里面呢哎先灌点水。那么今天啊就干了个事儿，首先啊你看啊这个他洗手台里面有水，哎然后木头都搜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就是能治疗一个药啊，治疗你食物中毒的。然后这边哎把水再一灌，哎这他这个判定非常恶心啊。好了啊，咱们等哎两瓶脏水，脏水是需要烧的啊，咱们现在等于说就没有水瓶子去灌了，对吧，哎都先看一下啊，哪个地方哎像这儿还可以直接摸的，咱们稍微摸一下。这边啊厕所，哎马桶水能喝就很棒嘛，对吧。就说是这个游戏相对来说最缺的还是食物啊，水的话不是那么缺啊，现在没格子了，对吧，没格子之后啊，那么它每个东西都能堆叠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先看一看啊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能顺便拿的，咱们都拿一下啊。哎这儿，对吧，比如说也是需要灌，哎饮水机凭什么我还需要拿瓶子灌。那么这个房间啊基友们在那个角落是有一个丧尸啊，所以说这个房间啊你只要不靠近那个地方啊，你可以几乎等同于它没有丧尸。看这个地方啊就需要拿锯子锯一下，对吧，那么锯了之后呢哎就获得钉子跟木头。木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啊，除了烧之外后面还能就是做木炭啊，木炭是做那个防毒面具的材料，对吧，你看我现在格子虽然满了，但是对吧，哎对还在堆叠。好了，那么堆不下了，对吧，哎咱们尽量是让它哎彻底堆的满一点再走。然后现在时间是5:30啊基友们。那么这个游戏有一个设定，就是在晚上12点哎到次日凌晨4点是最冷的，是必须生火的。然后它生火啊是两个条件啊，就是第一的话就是这边在凌晨4点有这个吃的啊，那把这个哎可乐一喝啊，然后把这个吃的一拿，然后把这个吃的呢再哎一吃，哎又成一格子。比如这个游戏两个条件必须生火啊，第一是就是凌晨12点到4点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必须要生啊，然后第二是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必须要生。所以那也就意味着一个问题，对吧，那如果要是超过4点了，那我这边需要睡啊，我还得生个火很麻烦，对吧，那不如哎咱们就尽量是凌晨12点到4点这个时间，你对吧，你这个时间你来睡。然后这边再哎搜完看这儿，看没这儿出钥匙，对吧，然后我现在几乎就拿满了，拿满之后咱们走啊，时间7点是吧，还可以再浪一会儿啊，再堆叠一下啊。啊就是贪啊，胶带的话一组是叠5个啊，对吧，能堆叠就尽量堆叠一下啊，对不对，人不贪那还是人吗。这边啊钉子好了，基本看这个房间啊，看没这个里面，看这儿，看没哎丧尸啊，就是你尽量开始不要靠近这个房间啊，咱们在这一层是几乎不开枪的啊，把子弹全部留在38层，因为这层是不出什么高级材料的啊。啊这还有一个布啊，哈哈哈哈啊拿满了是吧，走啊，咱们现在回啊，
回去啊。然后回去之后现在还不到12点对吧，那么再下去一趟的话时间有点紧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把这个楼顶啊，你拿锯子再稍微再锯一锯，对不对？时间是不可能被你耽误完的，对吧？哎，咱们是不浪费时间的啊，咱们现在哎把这个锯子哎拿出来，哎，然后呢就可以，对吧？现在时间才刚9点嘛，啊，太早了啊。把这个哎稍微的搞一下啊。然后看这儿好多东西需要锯，对吧？哎，因为你第一天的话你没必要那么激情，哎，就着急探索。你把楼上先搞得差不多了也是个办法。啊，这个游戏就是看时间来安排啊。好了啊，看比如说看你把这的哎木托底锯了之后呢，木头跟钉子，对吧？哎，旁边这么多木头啊，哎，他不让我拿，如果能拿的话怎么可能会缺木头呢？这个游戏后期还是很缺木头的啊，因为你要烧火啊。好了啊，然后现在时间是刚十点是吧，哎，咱们把这样的木头啊再给大家锯一锯，然后第一天刚好就结束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也别等到完全十二点你生火啊，因为什么，你这边你还得烧水做饭什么的啊。来，咱们这边哎再给它一切，然后看我格子啊，格子够不够，格子还多着呢，对吧？啊，这个需要撬棍啊，需要撬。然后楼上不是还有一个需要锯的吗，对吧？啊，多得很。哎，这个对吧，哎，给大家也锯一锯啊，锯了之后十一点多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啊，就没必要再继续探索了。哎，那么基友们锯完之后啊，是钉子跟木头，木头就是重要的燃料，钉子就是你的子弹，对吧？这两个东西都不嫌多啊。那么这个游戏里面啊，每一样资源我都不嫌多。好的啊，搞定了啊。啊，这城市看来还是蛮大的，对吧？不用看啊，全是贴图，你一个都去不了。行了啊，十二点了，刚刚好。好了，那么十二点之后呢？哎，那么生火的话，就我们优先烧纸。哎，这个是布，哎，这是木头，布不能烧啊。布后面是做滤芯的，布肯定不能烧。然后呢，哎，根据你多困决定你塞多少纸。咱们现在困度是差不多三分之二困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就哎，你塞满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把水哎烧一烧。那么没升级，只有一个格子啊，升级之后是俩格子啊。好了啊，那么水烧着。咱这边东西整理一下，准备睡一觉。那基友们，明天啊，咱们是哎继续探索。那么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啊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子弹都不要带，光枪里面二十个就够了。咱们哎几乎是不开火的啊。咱们现在哎，咱们先睡一觉。看他睡觉是这样子的，看你这边去拉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你有多少火才能拉多少？哎，咱们现在哎，如果睡到看一下，睡到3:50的话，等于说这边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哎，睡多就没有意义了啊。咱们哎睡。好，嗯，香香的一觉啊。好，那么基友们啊，摁下 EIC 哎，就可以原力起床了啊，这样的话呢省时间。行了啊，那么咱们面罩不多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今天的话肯定是要哎，咱们绳子先做一个，哎，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布卷儿，哎，咱们要把包包做出来，再做一个哎备用的面罩。今天哎，咱们势必拿到钥匙，哎，拿到撬棍，对不对？啊，撬棍的话，就要么这样子啊，看在这儿做，差个胶带，对吧？嗯，没问题啊。行了啊，那么首先的话，把这个包包装备一下啊，然后看一下啊，空瓶子还有吗？没有了是吧？空瓶子没有了，有点渴，哎，可乐一喝，啊，脏水也不是不能喝，对吧？我钢铁肠胃啊，开玩笑啊，脏水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啊，行了啊。然后哎，这儿的话水烧好了，烧好之后啊，把这个空瓶子哎拿一个啊，对吧？空瓶子才是关键，好吧，基友们。行了，走啊，五点啊，五点咱们今天哎继续 ，Let's go。Oh yeah， 老子又回来了。首先这物资拿到，真的基友们，这个游戏一定不敢瞎玩啊。就是通过我玩起来的话，发现啊还是有规律的啊，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，一定就是最好是规划好。哎，就是我第一次玩这游戏的时候啊，我是按照楼层往从上往下推的话，最后死得很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一定是要跳楼层的哈。那么经验都是死出来的，好吧？行了啊，首先的话这边哎东西很多啊，这边木头，哎，一个橱柜里放木头，哎，这钥匙拿到，钥匙通用的啊，然后有薯片啊塞嘴里面，啊，爽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没有拿的没？这儿离丧尸很近啊，在这儿，咱们稍微蹲一下。哎，其实蹲不蹲无所谓，因为丧尸啊，他看到你了，
他瞎不瞎的也无所谓了，基友们。好了，那么这边看一下，好，没有面具了，对吧？再戴一个。但戴的时候不能动啊，基友们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是你打丧尸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你要是没有了，哎，还挺漂亮，你别说啊，那就很惨。行，这边还差几个东西啊。这个门里面的话是两个那个需要锯的啊，咱们就不进了。我发现我了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这边。哎，他居然没有撞门哎！行，我不理他。咱们门一关，哎，两个门一关，好了。然后呢，哎，拿这个小钥匙啊，赶紧开餐厅。啊，餐厅里面是一个丧尸啊，本层是没有跑尸的，是最简单的啊，随便浪。啊，这个啊，那么体力稍微回满一点，哎，这个钥匙门一开，丧尸呢在这儿是吧？行，我也不理你啊。还没看见我吗？真是的，他是瞧不起我胖虎啊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啊，引出来关门也行，但是关门的话，丧尸撞五下就开了。所以说，哎，你不关门也可以，在里面跟他兜圈子就完事了。这个里面啊，有一个烂肉，咱们可以煮煮吃着。这个需要锯啊。那么锯子的话啊，锯东西它无非就出三个材料，一个出木头，一个出钉子，一个出铁。哎，好了，这个东西啊，撬棍啊。那么回去之后就可以做了，啊，我格子满了是吧？格子满了，这一喝，哎，站着不动了可还行？这个里面是个吃的啊，吃的话它会反一个空罐子，所以没有屁用啊，不如咱们就直接走算了啊。空瓶子，拿不下了是吧？丧尸是真正的呆，哎呀。天然呆啊！行了，那就撤了，撤了，撤了啊！格子危机，好了，所有楼道啊、楼层这儿都是一个消防通道，就是两侧都可以回家的，对吧？回去把东西一放啊，咱把撬棍一坐，撬棍如果出来了啊，就可以直接去38层，看一下能不能做啊？可以了，但是很伤你的这个。对吧？做了之后就剩一个了啊，所以基友们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我建议再忍一波。这个时候，哎，你想吧，我看一下啊。那么咱们现在锯子也不拿了啊，这样子吧，把那层我看一下啊，咱们需要什么？有什么东西需要带的没？没有。这样子啊，咱们把饭吃一个，就是把那层啊，咱们再稍微刮一点吧。因为什么？就是这个游戏，你思路是我说那个没有错啊，对吧？你现在就是你。搞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快速的拿到哎捕鼠笼的材料了啊，但是你推的太快了，你这边连基础的这个面筋都不够，就连口罩的材料都不够了，对吧？那你下去你也是个凉，就是尽量是在保证啊你这边基础资源够的情况下再推啊，不要盲目的推。行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先把那个房间啊先给它刮得干净一点，然后是这样子，等我全部走的时候我再过来锯啊，现在我先不着急锯了，把这儿啊先刮得干净一点，然后咱们再拿点哎拿点胶带，然后咱们再去下一层，好吧。大哥你是真的慢啊，舒服了，那这样子反而还快点。我要是从这儿先回到家，然后再从家到38，哎，就等于说就到了他那个厕所门口了，还快点，对吧？这儿水是灌完的啊，哎，别老骗我，哎，看没有，每次一过来都给我亮一排图标啊，搞得好像是有水一样，其实有个屁。好了，那么那位应该是在房子里面是吧？那位丧尸，那位兄弟。这儿有血啊，基友们，有血意味着什么啊？意味着里面有一个干尸啊！啊，没格子是吧？行了啊，哎，这还可以撬，厕所里还藏了一个能撬的箱子，多良心啊！好的，还有木头跟纸，哎，木头满了，纸也满了，不。这里面是干尸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这个
姨妈挺严重啊。好了，还能灌几个水壶。纸不要了。不，丧尸在敲门的啊。行了，没灌几个水啊，才灌了两个啊。行吧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尿池凭什么不能灌水呢？你是歧视尿池是吧？行了，回啊。好，本层探索差不多了啊，就剩一个那个网吧了，对吧？里面是三个跑尸啊，最好也探一下吧。回去把东西稍微放一下啊，姐们。哦，草莓跟老鼠应该已经好了。OK， 东西可以全放了啊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饿渴是吧？渴的话也累了啊，咖啡拿出来一喝。然后罐头拿出来一吃，还有三个普通的罐头啊，普通的最好是留一下啊。钥匙拿出来，哎呦，我现在就开始富有了，基友们。咖啡啊，对吧？一喝，哎，体力还能回一点。然后留一个应急啊，罐头一吃。空瓶子两个，放下吧。然后钉子十一个是吧？钉子十一个，行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没事的话，基友们啊。就可以先烧点木炭了，因为说等就是你需要烧木炭的时候，他这边可矮对吧？你这边可没有木炭，然后集水器还差一个布是吧？可以升了啊，那今晚上再升吧，趁着白天八点半了，赶紧干活啊。39啊，咱们现在等于说再缺点材料啊，把家里面那些能升的都全部一升啊，然后直接去37楼啊去拿喷子去，去拿 ID 卡啊，卡的话是在39这儿啊。我看一下，那就是39去这个房间走。那么去之后图什么呢？也很简单啊，其实我也就是图他的胶带。这走廊里如果要是有丧尸的话，加上里面两个，就是一共三个走尸是吧？三个走路上的丧尸倒还行。哎，过了，是这个啊，那把门口这个不行，一清算了。里面两个可以处理一下，里面两个的话，等于说咱们溜就完事了。哎，去遛狗嘛。他的门口如果要是老撞门的话，也很烦。死没死啊？啊，死了啊。这个啊，这个里面是两个丧尸啊。门不用关了。空瓶子有没有胶带啊？神他妈！这是需要开锁的。钥匙这么快就出来？钥匙的位置是随机的啊。那边里面一个啊，这里面一个，就丧尸的位置。胶带，我要胶带，这好多东西可以聚啊！胶带，胶带再不出我。日子没法过了，哎，除了一个啊，一个也行啊。但是成双成对啊，防毒面具，哎，好了，行了啊，对吧？防毒面具是需要两个胶带。就是基友们每次探索啊，不是每次探索，就是你防毒面具的每一个更换周期啊，这一个周期内你至少要摸到两个胶带，这样的话等于说你下次出门才能再做一个新面具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那么最好是多一点啊，因为好多升级啊，对吧？造东西也需要胶带。哎呀，好了，三个是吧 ？OK， 三个的话，然后啊，把这里面的这个丧尸一清啊，因为什么？这个的话很挡路，这儿有点窄。哎呦，我没面罩了啊，而且开始冷了。没事，我现在是满血。那么基友们，丧尸啊一定是打死再走啊，一旦你开始打了，不然的话你下次来他血又满了啊，死了啊。行，那我现在回，明天再过来把这儿一搜啊。OK 啊，刚好面具也没了，也开始冷了啊，非常好，这可以撬。 OK， 生活升级。哎，咱们现在对吧？能吃老鼠，能接雨水，这吃喝就不愁了啊！哈哈哈，起飞了，好吧？哎呀，小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啊，就可以去拿枪了啊，基友们，好吧？然后再烧一个木炭，加个木头，爽的亚皮。
这样子啊，咱们现在先做一个这个啊，升级一下。然后，那么基友们，现在它滤芯肯定也是需要的啊。改木炭之后，你大量的烧啊，就是你这个玩意啊，它需要木炭，你滤水也需要木炭啊。出来了没？烧木炭还是挺快的。行，看一下啊，能升级都升啊。把这两包不行，我一吃算了。然后水的话还有吗？还有一瓶，剩下都是五瓶是没有烧的啊，得烧水了。得烧水了，烧水是个问题。行，子弹的话十发是吧？我现在还有没有钉子啊？钉子还有一二三四组啊，嘿嘿，这么有钱吗？那是因为丧尸打的少啊，所以钉子多啊。好了，出来了啊，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再烧一个，烧这个啊。现在我急需木炭。好了，首先的话，搞一个滤芯儿，做个防毒面具，对吧？就时刻关注你的胶带数量啊，别的不谈。OK 啊，咱们现在把草莓跟那个老鼠一收。好了，那么它做好之后得升级啊。wait， 好了，看基本它只能放一个东西，那么升级需要什么呢？够就升啊。好，那升级之后啊，看能就能放两个了啊。因为什么？你滤芯放一次之后，老鼠非常好啊，对吧？你都是放一个滤芯，对不对？同时接一瓶水，跟同时接起两个水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然后老鼠再不是那个草莓再一拿，草莓暂时不用种那么勤了啊，咱们现在草莓都。用不完，但是脏水也很多。一次，那么基友们，草莓种子怎么获得啊？看我现在等于说家里面就没有种子了，对吧？你吃，吃的话它也反。也就是说啊，基友们，你不只是拿这玩意儿要抓老鼠啊，如果要是你实在没种子了，你也得吃，对吧？种一个反两个，两个，比如说我现在都一吃，就两个种子。那么基友们，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？那么他是怎么把草莓的种子抠下来的？他是把草莓吃的时候把上面的每一个那个豆全抠下来，太合理了。哎呀，差一个木炭，等一下，我睡觉。行啊，睡到七点啊，熬夜大师。睡眠从不规律。种子放起来，钥匙拿上啊。木炭，空瓶子拿上一个吧。钉子。烤老鼠啊，然后再烧个木炭。爽啊！然后我觉得水不太多了，也得烧水了。那能升级了不？可以。看之前搜集的勤奋啊，仓鼠，你现在就啥都不缺。对不对？舒服的亚皮啊，三级没必要升啊。两个栏位啊，烧个水，好吧？行，基友们啊，咱们这样子啊，把木炭烧出来啊，水一喝，咱们再走啊。那么趁这个机会，咱们现在把家里面的这些东西稍微搞一搞啊。家里面把撬棍、开锁器拿。因为你这会儿闲着嘛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啊，这撬一撬。这里面什么东西？15个。我勒个擦！哦，钉子15个啊，灭了。好，木炭出来了啊，再烧一个水吧。这木头烧这么快的吗？然后这儿还有两个是需要撬的。行了，咱们今天的话，等于说，吃喝问题搞定了啊。咱们把刚才开的那个门里面再搜干净点。然后咱们就直接可以去拿，可以去拿喷子了啊！舒服啊！那么这是我玩过很多个周末之后才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打法啊。如果是第一次玩的话，你没有重点去瞎浪的话，真的还是很容易翻车的。
就很容易吃喝不够啊。好，哎，这东西一拿，水好了吧？啊，然后喝一个啊，有点渴，略微饥渴啊。好了，然后看一下啊，滤芯可以做了啊。就之后就是重点得烧炭了啊，炭都挺费的。这个玩意儿也好了，再烧一个炭。那么好消息是啊，它滤出来的这个水直接是干净水，哎，直接是纯净水啊，空瓶子啊，对吧？就不用烧了。哎，老鼠，老鼠好了呗？哎，又好了，靠，看见没？所以说，搞一个就够了吧，对吧？哎呀，舒服得很。啊，行了啊，可以出门了啊。哎呀，太舒服了。来来来来，啊，又灭了啊。烧出来一个，那就先不烧了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出门了啊。出门出门啊，看一下啊，咱们今天是要丧尸不用打是吧？那钉子不用拿。水水水水拿上一个啊。啊，那个房间里面是有需要开的，也有需要撬的啊。钥匙的话，钥匙不拿了。行啊，水一喝，空瓶子拿一个吧，行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走。就是基友们，如果你格子够的话，这两个其实你随时拿着没问题啊，对吧？等于就是说，你看似占了你一到两个格子，那么你就不用，哎，还得记哪个房间啊，哪些你没有撬，对吧？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之后你还再来很麻烦。反正游戏一人一个玩法吧，我是比较喜欢就是。像撬棍啊这种东西往身上带着的，就是牺牲一点我一次能搬东西的数量啊，等于说我这边能方便一点。哎，啊，这对吧？等于说你碰见了之后，对吧？就不用每次还再拐回来一趟。OK。啊，这里面，都是需要锯的了，是吧？对头啊，行。然后去把那个啊，刚刚打死丧尸的这个房间，哎，看也需要撬，对吧？好多啊，都是需要你捯饬。然后这个撬的啊，撬了去。然后锯子是没必要带啊，因为锯子的话你无非就获得三种资源，就是锯这种啊，柜子的话是木头跟钉子，你要是锯那种铁的这种啊，铁架的话是铁跟木头。行，然后现在格子还没有满是吧，格子没有满的话咱们再去搞点事情啊。啊，把它一搞完，那么它里面是有个丧尸的啊。我现在子弹很多，其实可以开始清丧尸。这儿啊，我子弹有点多啊，清清算了，因为我之后手枪马上也要出了啊，马上就要出手枪和喷子了啊，把它还是懒得打。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锯的啊，哎，需要撬的多不多啊？如果耽误时间多，就把它杀了。因为39层之后来的机会不多。一个罐头，门开了，看没什么吧，就一个桌子需要锯嘛，对吧？哎，然后这一个一搜就走了，你说你打的干啥，对吧？这不就完了吗？好吧，格子依然没有满啊，依然没有满的话，咱们现在那就往满的拿。还有没有之前没有撬的？你看到没，对吧？你现在就在到处找啊，你之前所没有撬的那些东西。那如果要是你把撬棍一直拿着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就情况？哪怕你把它提前撬出来呢，对吧？行啊，我不耽误时间了，不耽误时间了，走走走走啊！咱们现在赶紧去拿喷子去啊！
看趁着这会儿才六点啊，然后水肯定好了啊，啊 yes 啊，两瓶直接可以喝的水，哎呀，老鼠应该也好了，老鼠抓太多之后草莓都不够用了，看见没？哎，草莓都不够用了，可还行，草莓先不收了啊，咱们现在先去干正事去，烧烧我的木炭，跟老鼠烧啊，烧啊，水烧，好日子过着，小日子过得舒服点，好了，行，那么今天的话咱们去，哎，看一下啊，得去拿 AD 卡了，得去下一层了，首先的话下一层的话得把这玩意儿带上啊，然后的话子弹带多点，哎呦这么多啊，不是嘎嘎乱杀嘛，对吧，全带，然后的话钥匙带上啊，行，可以了，走 ，yes， 走了，基友们，下一层啊，好了，这个啊，那么这一层的，哎，这个着火办公室，哎，里面四个丧尸啊，有脓包了啊，然后的话，这个里边哎，出 ID 卡，把卡一拿啊，咱们到这儿去拿枪去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哎，这个还能出个密码，密码是开36的。知道吧，就卡是开这儿36层啊，然后36层里面拿信号枪是需要这儿的一个密码的啊，然后这儿的话，哎，走廊是有丧尸的了啊，然后水是真心不太缺啊，一块每层都有厕所啊，撬棍啊，有东西我先摸啊，基友们，哎，我是不客气的，我带了80发子弹，好，然后38层啊，几乎每一个房间啊，像在这儿啊，就是几乎每一个房间啊都能出一个那个手枪配件，手枪配件一共需要4个来做，手枪其实比钉枪没有猛多少，能威力能大了一倍啊，仅此而已，他没跟过来吧，好了，然后基本看这个啊，就这个啊，着火办公室啊，把这个里面丧尸啊清完啊，这里面出 ID 卡的超重要啊，看对吧，在着火啊，他是跑尸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也轻。打你小妹妹，那个应该是跑尸。反正我都要杀，我子弹带的多，不好意思。大户人家啊，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他回去了是几个意思？瞧不起我胖虎是吧？死了没？啊，死了啊。哎，过来！哎，跑尸就要跑起来嘛。那个没过来啊，非常好。好，哎，再来。脓包丧尸怎么打啊？脓包丧尸的话，准的话三枪一个，就是他身上会有脓包啊，把包打烂就 OK 了。还没死啊，上个蛋，打你妹了啊！快起来！这么硬啊，啊，死了啊，对，再确认一下，好了，还有一脓包一跑尸，这儿啊，脓包看打包就可以啊，但他这个判定是有问题的，你有时候看你瞄准了他，这次还可以啊，就是他有的时候你瞄准了之后他也不给你判定，12点开始冷了啊，行，那就回家啊，明天再过来搞。我格子没拿满，我有点亏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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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歹拿一点吧，真是一点都不拿，这但是清丧尸也算是功劳了，对吧？清丧尸也算是功劳一件啊，是谁告诉你一定非要拿东西？但是一点都不拿，它不是我的风格，好吧？哎，温度不是还没到底儿呢嘛，对不对？等到底儿了再走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满血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大不了就掉点血呗，对吧？睡一觉那血不就又回来了吗？对吧？你看看这都贪不贪？行了，行了啊，太贪了啊！不要那么贪，好吧？哎，只能贪一点点。撬棍没有拿，好了，走。哎呀，爽啊！搞到了1:20。
面具的话，在那个保安室能拿到一个新的啊，就是等于说你现在还没法替换，对吧？哎，就很尴尬。咱们哎，马上就可以换新的了。很困啊，很困。咱们这样子啊，喝个水，吃个烤老鼠啊，然后东西全放下，还是拿上八发子弹就够了，28发够打一个跑尸了。好了，睡一觉。那明天，哎，等一下啊，火不多，明天还得速战速决，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面罩不够，面罩不够是个问题。好了，睡觉，睡满啊，睡到看一下啊，只能睡到2:30啊，睡到这儿可以。那就是说明天的话，咱们去把刚才打的那个着火的办公室里面的 ID 卡一拿，就可以拿喷子、拿信号枪了啊。然后视频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那就下期继续吧，好吧？这会儿是第7天的6:50啊，好吧，希望记友们，那下了啊，下期啊，咱们喷子手枪，好吧，起飞啊 ，OK， 那么我是老司机，那么大家，拜了个拜。